这场比赛甚至要比前两场比赛更加的精彩，因为这是一场超级明星的复仇之战。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手机下载昆仑决的官方 APP， 随时随地观看昆仑决海量的顶级世界格斗视频。下面通过一段 VCR，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渊源。转身拳，好，漂亮，这机会，漂亮。2012年我第一次见穆斯林穆在郑州，那时候我还小，我见到好多人跟他签名照相，然后当时我也去跟他照过相，因为最崇拜他呀。没想到过了2年以后又跟他见面，要跟他打。上场之前好多人都瞧不起我，诺拉是个来自新疆的拳击小将，不可能打赢他，好多人都不信任我。然后上场我就追着他打，靠我的步伐压制住他了。激动的当时我都说不了，说不出话了。第一次拿那个金腰带嘛，打完他以后我觉得打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跟他打过了。红方胜，红方胜。I was not good shape for this fight. Before fight with Nurla, I fight in another city, I don't remember. Maybe I'm not trained good for this fight. So I'm ready good for this fight now. I promise this fight will be different. Hey, this time I come for the revenge. Get ready for the war.年前用失败成就了努尔拉的穆斯里木，这次是将复仇进行到底。这位身披无数冠军头衔的俄罗斯散打沙皇，在上个月昆仑决一乌战的龙斗之夜转战 MMA 领域的他惊艳亮相，仅用1分钟就以标志性转身后蹬腿 KO 了曾经征战 UFC 的蝙蝠侠伊万霍尔海，向所有拳迷证明了自己宝刀不老的实力。而这次他依然选择在自由搏击擂台应战，为的就是会一会老对手努尔拉。I don't care about rules. I like to fight. I like fight K1. I like fight MMA. But of course, MMA is more important for me. I have long win streak by KO, by knockout. So I want finish one more fight by knockout.此刻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中俄顶级大战的来临。昆仑决80公斤世界冠军赛后备赛开打。话说在10年之前，有一位来自遥远的高加索山的可怕的青年，在1天之内连续地战胜了我们国家散打队数位重量级的散打王，一战成名，名满天下。他就是俄罗斯散打沙皇穆斯里木。但是在穆斯里木鼎盛的时代，有一个中国小将曾经战胜过他，就是今天即将再度出场的努尔拉。所以这是散打沙皇洗刷耻辱的复仇之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散打沙皇穆斯里木。 In the blue corner, Dagestan Russian fight king, legendary fighter, Salihov.
重逢我们中国的顶尖的拳手，来自新疆的拳击冠军，天山巨炮努尔拉穆拉利。中国23岁，13胜7负1平，昆仑决战绩7胜7负1次 TKO， 身高178公分，曾获得2012年度新疆拳击冠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穆斯里穆年龄32岁，努尔拉23岁，双方有着9岁的差距。穆斯里穆身高1.80米，努尔拉身高1.78米，体重同样是80公斤。蓝方选手大名鼎鼎的三大沙皇，身高180公分，年龄32岁。北京奥运会散打冠军，散打世界锦标赛世界冠军，欧洲自由搏击冠军。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80 centimeters tall, age 32. His record, 184 wins, 8 losses, 75 times, 1 by knockout. Legendary fighter from the Caucasus, representing Republic Dagestan, the Russian Federation.Вусинемуглу ринга, рингентарный боец, воин из Дагестана.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Мой брат Салихов Муслим. 红方选手23岁的努尔拉，身高1.78米，职业战绩13胜7负1平，来自新疆天山北路哈萨克族的勇士。新疆的拳击冠军曾经在此前战胜过这位俄罗斯的三手王，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勇士天山巨炮努尔拉穆拉利。有请场上裁判 Sasan，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the referee in charge Sasan. You will fight in Kunlun Fight. No elbow, no clinching. All the time, protect yourself and listen to me. Shake hand. Good luck.Back.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世界顶级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啊，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比赛，是努尔拉穆斯里穆两人的复仇战二番战，对，也是我们80公斤的世界冠军赛的后备赛啊。两个人这次呢打的是这个80公斤这个级别，哇、哦！穆斯里穆今天啊，这个是做好了准备要复仇。对呀、啊，我刚才他现在速度还是以往的快啊，像以往那样，非常的快而有力。穆斯里穆现在是几种规则都打过 ，MMA、站立踢拳。还有这个散打比赛，对，这几种规则他都打过。他是2015年的散打世界武术散打锦标赛的冠军啊，而且这两年在职业赛上，尤其是近两年，主打 MMA 比较多一点。M1 打过，昆仑决也打过啊、对，所以说他这个昆仑决的龙斗也算是很快的时间速杀对手。是的，对手也很强，打 UFC， 对，来自巴西的一个选手。用他标志性的一个后蹬啊，是转身后蹬。我相信今天的比赛里面，我们还会看到穆斯里穆的这个成名绝技啊，对，后蹬腿，就鳄鱼摆尾一般的技术，对，非常的精准。哇，很重的低扫，很足啊。其实在几年以前啊，努尔拉来赢掉穆斯里穆，
在整个圈子里也确实是引起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漂亮，是因为罗伟来他是拳击出身，对，他这个拳啊毕竟是练拳出身的一个拳手。对，在刚刚一个照面的时候，诺尔拉的前手就是实实在在的打到了穆斯里姆的头部啊。是，大漂亮，后蹬腿，果然来了。穆斯里姆这个不管是拳法还是腿法，这个速度确实是很恐怖啊。对，其实努尔拉他自己整个的重心跟节奏啊，是跟传统的搏击选手是不太一样，他结合他自己拳击这些的节奏结合的我觉得相对比较好一些。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从穆斯里姆的状态来看啊，穆斯里姆绝对是有备而来。对，作为一个成名已久的老将啊，哇，漂亮，这两人拼拳都很危险啊。对啊，都有可能这个打出重击啊。对，哦，飞膝，诺尔拉的飞膝啊，这个很少见啊。对，我们刚才讲到像穆斯林这成名已久的老将啊，如果能在擂台上为自己以前输给过的选手来重新翻盘或者是再获胜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不仅仅只是一场胜负的这个那么简单了。对，好，我们看双方是互有击中啊。对，不过是穆斯里姆他整个的身体状态啊，就是包括颈部他拿得比较紧一些。哦，这后蹬腿，看努尔拉也是肯定是对穆斯里姆有非常熟悉的研究啊。对，这两人都是特别的熟悉。对，但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这两位选手还是相对较保守，还是谨慎。对，今天的比赛有很大的特殊性，就像王老师所讲啊，除了是两人的复仇战之外，他还是这个80公斤级冠军赛的一个后备战。对，就在我们刚刚结束的 A 组和 B 组的半决赛的时候，如果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在经过医生检查的话，如果不能参加后面决赛的话，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直接晋级决赛。是，穆斯里姆这个动作的突然性也很高啊。对，确实在出腿的时候出拳的时候没什么运动。对，就是刚才我讲到，其实从关注穆斯里姆的比赛很早之前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时候他的速度跟启动这种爆发力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今天相对来说呢，努尔拉虽然也用过一个腾空飞膝啊，但今天还是主要是以拳为主。对，他在打其他的对手的时候，有时候会放开了去用自己的腿法呀，或者拳腿组合。对，今天你看还是基本上保留这样一个拳法优势，尽量把自己的优势最大化这样一个战术。对，努尔拉今天的比赛把距离完全是控制在他自己的这个步伐跳动范围之内啊。是，尤其是第一局还有一些穆斯林们还有很快的反击，有击中到他身体的部位。第二局我们看除了低扫啊腿法的一些反击外，拳法上好几次穆斯林们全部都落空了。是，努尔拉也是很聪明，如果我撤不开的话就贴身吧。超人拳直接进去了。对，快，哦，后蹬腿，努尔拉很聪明啊，把双手就瞬间放到腹部啊。哦，这个神龙摆尾啊。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是穆斯林的转身后蹬用的最多，但是转身后摆他用的并不是特别多。我听到很清脆的一声啊。对，这个是用脚掌来拍打到
努尔拉的下颚处啊。对，如果是后脚跟那种位置的话，哦、这就危险了，啊、就附近努尔拉。哦，转身变拳，他、哦、又是转身，又是转身动作。哦，又是一个转身动作。啊，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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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穆斯里姆复仇成功，复仇成功。穆斯里姆这个转身动作，哎呀，真的是，真的是上场比赛是转身腿 KO 了对手，对，这一次是转身边拳 KO 了对手，转身边拳抓上我们那个，加上我们那个神龙摆尾转身后摆腿啊，还有一个读秒，对啊，哦，太厉害了，可以算到一起，可以算到一起，太厉害了，哇、哦，真的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再往前数是五秒啊。在那个转身后摆腿之前是一个转身后蹬腿，是转身后蹬腿没有造成一定的杀伤力，两个人在进入到这个对视状态的时候马上一个转身后摆腿造成读秒，对，我们看慢镜啊，转身摆拳、哦、哇，太准了，正好是在拳套的攻击范围之内啊，太准了，努尔拉有点大意了，一直在防后蹬腿的位置，对，不知道能不能看抓到我们那个后摆腿啊，哦哦，这个太漂亮的动作，很准很准，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2分35秒 KO 获胜 and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one by knockout，有请颁奖嘉宾，山东超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健先生，淄博川渝商会会长邹爱华先生为胜者颁奖。等会儿，佳丽着急。Salihov Triumph， 来，有请我们两位。来，两位，一边一位，一起合影。好的，感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恭喜获胜的选手，感谢两位。好，好，佳丽 ，Jelly， come here。这很遗憾，哎呀，不是，这个哥们儿挺会找劳力啊啊，这惊动我给照相，当然了，这是我的好兄弟，我必须给完成。 OK， 哈鲁手，我们很遗憾呢，我们中国的努尔拉被击败了，这场比赛输掉了，但是没有关系，擂台之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沙利后，哎，小木过来，来，这个穆斯里木啊，在中国的名气特别特别的大啊，但是呢他特别骗人，他长这个样子特别骗人，他长得比我还老，他比我小好几岁，这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他，而且这个有一件事情啊，我要问他，你问他啊，前两天咱们在管理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我录的视频他再说一遍好不好，我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来来来，小木来说一遍，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любого бойца, я готов стать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 любым, не только с Фабианом, но про Фабиана я говорю, что если он желает этого, так сделаем еще раз это снова。他说穆斯林姆不管任何运动员他都敢面对他跟他打比赛，包括如果方便再想跟他打一次没有问题，任何选手他都敢面对。哎呀，我发现他长大了啊，他会说话了，他前两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有个渊源，十年前啊，整整十年前，我们现在中国非常厉害，当时我们国家队的这个选手，现在在国内非常有名的这个方便，跟这个穆斯里木打了一场，但是穆斯里木把这个方便给胜了，而且
很这个强势的方式战胜了对手。所以呢，那天我们又碰到一起了，因为穆斯里木又回归到这个站立格斗的这个舞台，所以那天说了一句，说我替他说吧，他说这个方面不管什么时候我面对你的时候都会战胜你。所以我不知道啊有没有这个机会在昆仑决实现这场二番战，但是我们在这里今天非常恭喜穆斯里木十年还保持如此强的这个态势，如此好的状态，不管是在 MMA 还是在这个 kickboxing， 我们永远希望看见你。好，祝贺这位散打沙皇。